拿2月22号，2月2021年，我考这个东西，我给你看正确的花押。正确的花押是这样子啊，标准的啊，这个叫标准。厂家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标准的啊。还有很多没有用孔脑做工，什么总柱都是一样。整个前九后刚把所讲的分你们西界警察第一个币，你看一下。这种花押令也敢做出来，您搞人叫错了，可不能悔改，每个还要骗自己。哦，这个东西我给你看啊，这线很多大个问题，不管你用什么给来讲，正确的花押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叫正确的，啊，正确的到这边，啊，厂家做出来的，你没有嘎个没有钳子嘛，你就不要做，我跟你讲，还要分这个文凭给人家，警察第一个币的，华人整个前九后华人都卡。好，马人警是讲话很多靠技钱，好，贵错不是你们所讲的啊，哥哥是这样子，这个叫啊哥哥哦，他公司线样样的问题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都不是相信，人做错能悔改吗？政府叫你们把信人民国死，赤钱赤过力哦，把信人民又不会哦，每个狗跟屁，看看这个线都很激心哦，现在我是驾车给你看啦，好，驾车啊。看看一点点东西，好，手指到我这边。我们不是所讲人家领工话，哦，人做错过不能悔改，越开越过肩，我没有用，哦，这是真正的事情，哦，这个是个新的，他是拨那根，是拨那个根啊，我借你看看火 ，OK， 看嘛有没有，啊，这是拨那个借这个根火头头盖，还有第二点，人家讲做花押令的时候。每个拼拼都是做生意，领工领全部 ，OK， 我给你看，好，和线，这是钢筋直接走，哎，公开了就直接走。我所讲的东西你们不相信不用紧，不要拿会不 UQ 拿钱给人家赚，哦，人家做错我不能悔改，你看了几个金都没有用，我会安排政府部门去。人家讲做错能悔改吗？哦，不能，每个人做生意不用说骗话，都没有一个人是哪是人，哪是人你借种了啊？我给你看啊，我手持八戒啊，看什么理由？你要走先，孔别这里休息啊，孔别这休息啊，不用干五分钟。还有那个风扇跟碎花戒啊，我这样打出来好，不要还要跟住原装哦，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救到他。我上几天讲那个客户见面，我走了啊，老板，我所讲的东西你们相信吗？如果政府部门怕我做高官来讲，你们肯定死路一条，整个前途后。哇，还有那个 Facebook 啊，不干很红啊，不会丢脸啊，看看嘛，老板，手术到这边，什么理由？老板，恭喜你啊，不要给什么种族做出那个线，做到不像样，这辆车悍马到这边，悍马不要不给你们看了、啊、哦，看了干嘛？我手讲个，老板，我的手进去我会灌啊，我不敢进去哦，然后你的水灌掉谁赔钱？要赔手抽啊，赔几百万啊，哇，就不用做啊。还有有些人刻意的、故意的啊，老板，你给他进，我是聪明人，看嘛，人做错人悔，我不能悔改，每个人说骗话最厉害，哦，有些人没有生意啊，乱做啊，做到不像样啊，啊，是谁的错？做错人悔改吗？我不能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我不能，每个还要说骗话，马人最厉害 ，M， 啊 ，M， 你看一下我们华人所讲的，每个做工。看你们的良心去做，良心靠身体知道吗？靠双手去做。哇，然后呢，这个车主讲你去搬他哦，搬了后滚哦。他讲做了冷气，做了千四块，什么问题不会走？有本事去叫马小布来诉我，你的问题我干脆不给你看啊。风扇不会跑，是优化掉，我讲要打出来嘛，他又不要。还要用回原底的，然后里面键盘 ，Echo 没有键盘的，知道吗？这个还是走一个神车，好，看看几个小时啊？那走下去就死了哦！你要问我，我要问他，车主要问我，你真的学回那个东西哦？我们是靠心学出来，每个人不能做错，不回不了口啊，老板！哎，咖喱炸给他去死，炸死！你看一下，这个被崩也是看不见掉。我车主前一天有叫我跟他加油，几月啊？是1月1号，2021年，现在客不见掉，还看了 break，
他崩漏油漏油根本会不见啊，现在客已经不见家了，找不到了啊。好，这个你看老板几分钟了啊，几分钟啊，完了啦，几时会进步啊，全部总什么总住政府叫出来的领导人啊，政府做错我们就要罚，你罚不告就上天罚，我们大家可是一样抱神的哦。我刚才讲刚才令啊，哇，七个大小力啊，每个人我那个 Spola 根又更新了啊，这个他直接现在是这样子的，我现在把它做回去叫正确的，几时会进步，扬长拔尖，每个还要说骗话，骗不怕的哦，我这样子去救他我都不知道哦，是吧，这个就一流了，这个啊，有漏油吗，没有漏油的，干干净净，这个就一流了，这个不用忘了，该忘了你就忘，我每个很多没有用了，做工啊，头脑进水啊，头脑吃生茶了啊，几时会谁要进步啊，我们的双手干这边，这个叫双手，有些次郎换个，有些老板不会做，请这些口手这些零工零匠讲话，上一天我去问 SSLE 那个枪击人很借、哎、不要借不用紧哦，我会叫一个古书的人叫我刚刚跟我看这个是什么问题，什么问题写出来，告诉我们去霸政府，霸政府霸你，告诉捉你肯你肯你肯不高的，如果肯不看我不要做啊，跟你讲还有很多部分砸到我了，怎样哇，不用微水看看啊，这个手撕到这边啊，老板几个钟了，哇，那你够不会停啊，老板啊，车主有时要听我讲，我们会做花押令的，不讲随便做的，这个做个不像样，然后人家做个这个叫烂啪啪烂啊，何国尬，我只个理由啊，他们都不能回稿啊，什么总住国是一样说骗话，每天给你钱啊，这样子赔心你啊，这种人才个就人才啊，一个写了二十年啊，二十年你还要跟我讲，五年十年还要跟我讲，每个都学不会啊，没有一个人所真心话所讲的真心话，心啊这边真心话，看吗，谁会气死哦，我早没有心脏病哦，有心脏病我不知道走去哪里了，我没有眼睛看啊，哦，政府每天给你们钱，我赔了就人潮，还要大怕领将，万车天车地啊，车个脚尾水啊，你可以骗了，你可以骗了我，你骗不了我啊，你可以骗车主啊，车主刚才看了，然后车主人知道在哪里，他做什么工我也不屌他，你是什么部门我都录他啊，写好不能进步啊，真的是啊，很久了咯，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，老板更像化疗咯，连你们化疗咯，什么理由看得干了吗，现在我想办法救他一下，我进去里面手指拿来卡一下哦，不要给你们知道，这样车主看到讲个心哦，每个人做花令，整个前脚后脚尬尖啊，没有人敢落敢落啦，看到我卡了啊，然后OK， 我管师傅啊，一二三，诶，等一下，诶，不可能会死啊，不会死，没有办法，我来也是，等一下我要跟他研究一下，好，看看啊，我所讲的东西，这个也是拿来卡心的。借戳那根，怕死人脚啊！全部看吗？啊，真的啊！你看电直接去，看吗？死啊！这这手时间就好哦。谁啊进步？跟过五年十年，我要给你看啊！你们不要讲一两年就出来冲了咯。哦，故宫最厉害的啦，我所讲的。